后就上楼一直在捯饬我这个妆啊，然后呢就是洗个头发啊，吹个发型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得花时间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可以挺好，对吧？对，算了，好，那把那个换了。玫红色有特色嘛，还好。胸口这个地方，妈妈就是看到前面那个胸口觉得挺好看，因为这个比较好看一点，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很特别。对、而且颜色也很艳。其实这个颜色我感觉比视频里面的颜色更好看一点，但是呢，这是玫红色，因为这个家里面光线太暗了一点，然后外面的自然光，今天是个阴天。对。然后我就穿这个外套，看到没有？超喜欢这个外套，下面呢不穿袜子，嘿嘿，挺好看的，像个龟壳。哦，狗子跑上来了。我们现在正在去取蛋糕的路上，取完蛋糕呢，我们就去饭店吃饭了。然后今天呢，当了一次公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妆有人帮我化，还有人帮我弄头发。整整折腾了三个小时，还要选衣服换衣服，然后吃饭的，我们吃饭的地方早就预定了，所以说呢，现在的话去取一个蛋糕到吃饭的那个地方去，时间掐得刚刚好，现在在路上。今天是一个阴天，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心情，因为心情非常好，和家人在一起嘛。其实在美国这边的话，最怕的就是一个人孤独，然后现在的话我是一大家子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生日对我来说呢非常开心，阴天也不能影响我的心情，因为我自个儿一好看呢，我只要把自己捯饬的比较好看呢，我就会心情很好。如果我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呢，天气再好心情也很糟糕。看一下俄亥俄的风景，俄亥俄这边就是这样子，到处都是绿色的，就绿化特别的好，树也比较多。然后呢，在没有去加州之前呢，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太安静了，没什么人烟，整个人都非常的，就出门之后你不到特意到人多的地方去，你就根本就碰不到人，狗都碰不到一条。然后呢，就觉得这个地方特不喜欢这个地方，就是孤独。但是呢，去了一趟加州，加州呢就是人特多，哪哪都是人，而且全部都是华人面孔，而且。反正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，因为我在那地方待的时间也不算长，也不算短，也接近快一年的时间嘛。然后呢，就是觉得流浪汉也比较多，绿化的话有些地方绿化比较好，但是大部分地方呢又很荒的那种感觉，而且贫富差距比较大。我不小心开入一个豪宅区啊，然后那里面的环境像童话世界一样，但是呢，我住的地方呢就不怎么样了。然后这边呢就。差不多了，好像就是没有说特好的房子，也没有说特别差的房子，大家都住的差不多，生活水准好像也是差不多的，就比较简单，然后幸福值比较高，因为大家住的环境都挺好的呀，所以说没什么比较。路上有点堵，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去取蛋糕的时候了。好了，又堵了。好了，我们快到取蛋糕的地方了。好，到了，停个车。The destination is on your left, the Cheesecake Factory. 好了 ，Arrive. 我们现在去取蛋糕，但是我里面穿这个东西，这个尾巴老是……我也不是很要紧，不要紧。啊，怎么了？他要去拿是吧？挺好的，它的光线挺好的。
那么澳洲呢现在这个时候在哪？三九。嗯，然后在网上，然后网上订的嘛，现在这个时候在哪嘛，澳洲那个工作人员好像把我们去拿了啊，卢娜娜现在在这个地方等着他的。怎么啦？然后晨晨今天的穿搭，我拍一下我晨晨的穿搭。我的晨晨太好看了，今天的温度也刚刚好。刚刚还有五分钟。五分钟，那我们就在这地方等一会儿呗。可爱的晨晨。因为那刚刚那个人我问了一下，然后之后他说还有五分钟，所以说呢现在我跟诺娜娜两个。诺娜娜你在玩什么呀？我在看你帮我开的视频。哦，所以说我跟他俩就在这个地方坐着等一等。我在看晨晨给我拍的视频。是吧？看嗯，最自恋的，最喜欢看自己视频的。嗯，我本来是准备穿那个外套出来的，但是那个外套看的太肥了一点点。对啊，虽然说今天外面温度就是说不是那么高，但是呢，感觉就是说不是那么冷，对不对啊？嗯。而且我感觉这个毛衣跟这个比较搭一点。对，这里穿好看一点点，而且这个毛衣特保暖。对。它有点亮晶晶的，跟我春天的那个也很搭。刚刚在路上都有人夸他了，说衣服穿得很可爱。显示的是今天到，在8点钟以前到，而且关键是这个时间点我们在吃饭。好，晨晨，来，然后这一家店它的蛋糕非常好吃，不是帮他打广告，而是我自个儿吃。看外面的天空呢，感觉还挺好看的。Second lane from left to turn left onto Austin Landing Boulevard.好了，我们到吃饭的地方呢。现在呢，吃饭的地方正好超市那个地方有那个卖蜡烛的，所以我们先去那旁边那个超市去买点蜡烛，然后直接就到吃饭的地方呢。看这个地方还挺好看的。Turn left into the parking lot.At the stop sign, turn left into the parking lot. Wow, this place has a little bridge.你喜欢？我觉得挺好吃的，然后这卢娜娜也那个也挺好吃的，
看，我这个也很好吃，我把它分了一半给他们的。嗯，因为它好像每一个做的东西好像不太一样。对，然后之后我就觉得挺好吃的。他们几个的好像我觉得一般，一般。你那个好吃吗？他说他那个也还可以，我证明这家店味道还行，挺好吃。这味道也蛮好的。是吧？然后今天他生日，别人还跟他额外送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布丁类似的东西吧，看着还可以，还摆了个盘。啊？很好。等会儿。2024年我。就显出来，就觉得就是那个颜色嘛，是不是哈？对呀。